令。他手上拿的这一把枪呢是 XTZ-G1 终极战术卡宾枪。那先跟大家预告一下，在结束新品发表会之前呢，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有奖征答活动，就是欢迎大家踊跃参加。那最大奖就是我手上的这一个东西，那是什么呢？我们待会揭晓。好，台下的各位或许对我们是蛮陌生的，但是在2001年开始，我们魔地企业开始生产电动枪改装零件、内部改装零件。那我们集结了许多年的经验，以及站在玩家的立场上面呢，我们推出了今年这一把 XCCG1 终极卡宾枪。那大家都知道，电动枪最重要的部分呢，就是心脏齿轮箱的部分。我们这次呢，齿轮箱内部是搭载 CNC 加工齿轮以及强化零件，等于说玩家你把枪买回去之后不用改装，就可以直接上战场玩游戏了。再过来，我们的后托的部分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展示板。那后面我们这有些盖式设计，可以让方便玩家呢，就是更换后面的配备。再过来，滑轨式的接触导电，让在你伸缩脱时不会有电线的干扰。再过来，我们还有这个后座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说，只要插入简易的六角工具，就可以调整枪口的出速以及弹簧。重点是不用拆解上下枪身及齿轮箱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还配有了 CQD 箱背带环，一体成型，不易断裂，且可以双边使用。在座的各位或许会知道，二代齿轮箱会有一些设计不良的地方，像是说握把马达固定的方式，不同于三代齿轮箱，二代齿轮箱没有这个就是可以固定马达的这个装置，所以我们在握把呢稍微有修改了一些设计，我们在里面放了一个墙，它可以分隔马达及电线，避免它们两个之间的干扰，然后也作为是一个支撑点。再过来 ，hub 座的部分，我们是搭载的旋钮式的 hub 座，所以只要打开枪机拉柄，直接就可以调整 hub 座，并搭配6.1mm 的精密内管。再过来外观设计的部分呢，我们是仿真枪流行，搭载的是13英寸 HEMA 战术鱼骨以及军规的皮卡丁尼镜轨。那在我们的这个枪口部分呢，我们有做一个3点式的瓦斯钢管，以及 hub 座端的多层独立式锁紧设计，等于说即使你的枪不小心掉到地上了，它也不会说会有损坏的问题。再过来是机械式的瞄具，它都有具有实际的功能。上下枪身也是仿真枪线条设计，采用高强度的铝合金，轻量且强韧。那在弹夹口的前方呢，我们会有一个锯齿状防滑好抓握，以及扩充的喇叭口，让你可以快速上弹。那我们这次还有搭配了45度双边旋折钮，低干涉可以快速调整设定，以及钢制直板机，新颖设计，轻巧好扣压。那最后我们的重头戏来了，XCCG1 我们会搭配198无声弹夹，它也同时也是我们这次做抽奖的活动礼品之一。它是使用轻量化的材质，高性能的压缩弹簧，以及我们重新设计的弹夹底座的部分，让你好抓握。同时也推出了300发快速上弹弹夹，那我们请我们这旁边这位帮我示范一下，我们只要打开上面的摇柄，转4圈，所有的 BB 弹都可以上弹完毕。那同时里面还搭配 LED 灯，然后玩家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在里面放一些荧光弹，增加夜战的趣味性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来做有奖征答活动，那我们请海瑞来当我们的评审。艾瑞就是我们8月号的封面女主角，好不好？我们拿掌声鼓励她一下。第一个问题呢，我想要问大家，请问这把枪的全名是什么？好，1、2，数到3哦，看谁最快哦，就是请艾瑞帮我们当评审这样。1、2、3。XTCG1。先生答对了。那我们今天这个
越快越拿到。好，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我刚刚就是很重点的那一题，就是这把枪附赠的弹夹是几发的呢？